帮兄弟们挑选美版 iPhone 13 mini 128G 的13 mini 这款机型小巧玲珑，方便携带 A15 的处理器，因为屏幕尺寸只有 5.4 寸屏，电池容量也仅仅只有2406毫安，所以续航一般。不过配置同 iPhone 13基本一致，唯一区别就是屏幕尺寸大小，13是 6.1 寸屏，13 mini 则是 5.4 寸屏。13 mini 也是 iPhone 带面容解锁的最后一款小尺寸机型之一，2021年的机型上市时还要5000多一点，如今在华强北也就3000多一点就可以入手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可以赶紧冲。